今日元宵佳节，特意五家小女为众制以元宵梳毛盘猫弃猫食毛汁，乃于岸上洒水加保鲜之膜，倒上米粉侵入泉水，以手冲之力揉捏面团，以面捏之条状，取其一塞入猫毛，复以球状为猫毛元宵，然于绝育之公猫前炫耀，往来炫耀，反复炫耀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饭团小夫妻。那么看到了，我们今天做汤圆，今天是元宵节，这是一颗巧克力，然后我们要把这颗巧克力放在这个汤圆里面，然后这里有十一颗汤圆，其中十颗里面都是猫毛，只有一颗里面是巧克力。哎，饭团，你想吃吗？啊，来吧，来尝一口，尝一口。哟，好嫌弃啊！你看，还夹杂着猫毛。汤圆，今天爸爸要煮你啊，乖一点。看见没有，还挺好的，多圆润，上面还长毛呢，你看。汤圆，这就是今天的汤圆了。芙蓉白玉汤，怎么可以这么凶？来，今天元宵节，爸爸要吃你的毛。来来来，我们站着站着站着，把手趴在上面啊。你选一个吧，看爸爸能不能选中巧克力的那个。选一个，先选一个小的好不好？那爸爸，爸爸试试咬一下啊。哇，这简直是个变态。这个很有韧性耶。哇操，这汤圆做的，这个汤圆很好，你看这个面粉老韧了，可能是我刚才敲打了这么多下。我们再来选一个，这面粉其实挺好吃的，熟了，但里面的毛我咬不断，里面这个毛我咬不断。然后我觉得有巧克力的可能是这个，这个可能是有巧克力的。哦，果然是，感觉很好吃的样子的。来来来，拍张照拍张照，来停吧，可以停了。北京市第三区交通委提醒您，猫片千万条，收藏第一条，看片不收藏 UP 泪两行。